给你被救援命不要了，你这个真死，操你妈，那个上山是比我上山的，操的，操在老子头上就是人都就噼啪啪这个扭大便就掉下来那个，一块噼啪噼啪噼啪的，我操他娘，我们在这吓得跟他娘的对着干的，还一个同学的已经吓疯了呢。你看我长得好漂亮啊！我家人河北省人呢。我说我回家干什么？我无家可归，老天爷！回去是何方老家？我爸以前住在这边。进来之后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走到那个角上去，走到角上正好到我家。就往左边走啊。我爸爸就死在这儿了。最咋的，我爸爸我都知道呀。开膛破肚，头割掉，连绳子系统都割掉呢。我爬着给你磕头。我自己想想就会哭啊。这五八年平分的那都没了，他就是到那把那土一平就种地了。那那个时候一大跃进就全不什么了，倒不中，三四百年的历史都倒不中。现在想起家就哭，现在哭没用了。过去就这过去吧。我的家是在山的那一边，他你不是这个村吗？